民进党选举吼，真正吼袂当用人来抹红。啊，前段时间又抹黑我。我们现在不要来的是战机嘛，我们要是来的是客机嘛，我们不要找危机嘛，我们要找的是商机嘛。你让陆生进来看台湾的自由民主嘛，然后有信心嘛，也可以更了解自由民主的可贵嘛。有人说过我卖亲中卖台吗？奇怪，我嘛足奇怪。签约法的时候，你们说什么“木马屠城计”？十五年了，约法你不是继续用吗？卖歌骗郎，你不要说约法了，我说开放陆生、陆客，大家来台湾，促进更多的交流，也带动台湾的经济。不要像谢长廷老师说，越华开放的过程当中，不但是木马屠城计，所来讲啥？讲啊，查甫找无工，查某找无翁，咱的囡仔拢爱去乌龙岗，对对对，爱去乌龙岗，有无？即摆有无？无。像去乌龙岗，上去啊！你有听过吗？民进党选举吼，真正吼袂当用人来抹红。啊，前段时间又抹黑我，我去跟两岸谈合作打击犯罪，也是站在台湾如何共同合作打击犯罪。我是蝶恋啊，千岛湖事件，他蝶恋啊，对，那好久以前，千岛湖去谈判了，你去问问我的警察同仁，抓那个坏人。有人说过我卖亲中卖台吗？奇怪，我嘛足奇怪，老是我讲一个很不客气话，表示去挑衅别人干什么？你就是要让你的台独的基本教育巩固嘛？你没有想到你的地缘政治旁边，你不要把他当朋友，你把他当成仇人干嘛？你何必的没事仇中仇中仇到最后，让大家两边之间引起更多的冲突？这就是引战战争的边缘嘛？是，这是我们最担忧的一件事。不要再用这一套了。其实台湾跟大陆之间不是要对话跟交流吗？咱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，惊啥？怕人家来看吗？更何况我们现在失效到2028，几乎要大退场了很多嘛，都快到了。招不到学生，你让陆生进来看台湾的自由民主嘛，然后有信心嘛，就来看嘛。至于就业，现在有大陆在台人士就业的办法规定，他就照那个规定来嘛。我们有现行的法令和规定，就照规定来嘛。所以先把陆客、陆生先放进来，然后要就业，按照现行的法律来做嘛。尤其陆客，好，我以前观光客，我经常讲，对，就观光客嘛。我们现在不要来的是战机嘛，我们要是来的是客机嘛，我们不要找危机嘛，我们要找的是商机嘛。唯有创造和平的好时机嘛。啊，这个时机这危险，你不赶快创造和平的好时机，让更多人来，也可以和平稳定，也可以带动经济发展，也可以更了解自由民主的可贵嘛。是是，没有错。怎么不错？